请问小朋友，你是第一次爬百岳吗？那自己爬上来的吗？对。爸爸载你到哪里？就在你这边。哦，好好。那第一次觉得会觉得很累吗？下次还想挑战吗？还想挑战吗？是啊、哦。因为你这次爬了几天几夜？这次爬了零天零夜。为什么会想来爬雪山呢？没事来爬。啊？没事呢。是啊、哦。现在呢？听说这位小朋友自己来攀爬雪峰，请问你是一日雪峰吗？一天就来回的吗？是不是？一分钟就到。一分钟就到。是啊、哦，所以你是用直升机通头下来呀，就嘣就掉下来了，对不对？自己走过来哈，请问你是走哪一条路？走这条路。哦，攀岩过来的吗？是不是？攀岩有人过来，顺路过来，对不对？那有什么话想对大家说呢？我要走。好，拜拜，不送。叮叮叮叮叮，叮叮叮叮叮，叮叮叮叮叮叮。妹妹，你先走开，先让姐姐录自己录一段，然后等一下换你，看你自己录一段的。这是五色鸟的窝，这是它的外观。为什么两个洞都在一起？然后里面是长这样子。它里面可以藏2到3只，哎，最多好像有听过有4只的。这是怎么都塞得进去了？小 baby 的时候。顺便拍的啊，三、二，看我妹妹。好，它几秒会换一张啊？妈妈，你来看。来，小欧，你看我，小欧，你看我。他会去自己抓脸没有？看冬天的。然后他一样录影的时候可以拍照。他现在自己去对焦到小欧，小欧，你往左边一点。你走动一下，左右走动。没有。你要做什么？好啊，好。这个爸爸你要什么？那是什么标志？有没有猕猴的？猕猴有，这里。好。哦，猕猴的像。蜂蜜啊，那我吃蜂蜜吧。小欧，你不要走到水里面啊，那只要不要我拿？啊，还是行李箱给我推？不要哈。那自己小心一点哦。可以吗？可以吗？你要踩到这坨水啊、哦！这样，马桶上。浴缸终于拆掉了。还是湿的没？好的。
那我要睡哪里？谁要跟我睡？没有人，你跟妈妈睡。不要，才不要跟妈妈睡。我才不要跟你睡呢。啊，你不要跟我。今天你们两个一个人陪我睡。不要。今天你们两个谁要侍寝呢？不要吧。你们还没有介绍房间，拿去。来，那妹，你呢？摄影师。介绍。你是摄影师啊。来，首先先介绍彩彩。对，彩彩很可爱。好，首先这是只兔兔彩，然后呢，两张双人床，我要先下去来行路，两张双人床，快快来，还有打电话，打电话，下来 ，OK， 行路，这是可以喝水喝茶的地方。接下来是厕所，厕所是淋浴板的，淋浴板。然后这里还有拖鞋，拖鞋，也有拖鞋，不是拖鞋，电视，遥控器，很小只哎，柜子有什么？没有东西，不柜，不过柜子挺豪华的，拿不下。看我在里面。摄影师在里面，你看看得到你们吧？看得到你们对不对？那是美景。等下出去吗，小小？我想要看看风景。我想要出去找找吗？不要。有。来，进来拖鞋。来，介绍完了吗？介绍。那我睡哪一个？我们两个要睡这张。好，那我们等下晚上我睡中间。不要。好吗？我们可以两个人一起睡吗？可以啊。耶、yeah ！不要开灯喽。好。那我们下次等下吃晚餐见喽，拜拜。你有录到你头哦。好，拜拜。想每次来，如果以后来武林宾馆吃晚餐，爸爸妈妈都会跟你讲一件事情。就爸爸妈妈第一次来住武林宾馆的时候呢，年纪轻不懂事，跟他说我们吃七点半的就好，就晚上六点多肚子很饿，那他站在另外窗外看人家吃晚餐，饿到七点半才换到我们进场，所以从此以后来武林富野、武林农场啊，都是吃五点的，五点半的、啊，知道。但是我觉得五点半就太早了。太早，窗外人家在吃晚饭。对，就在另外一边那个，那边有雨池的、啊，深圳老公公那个雨池那边。妹妹，你吃饱了呀？就高丽菜牛肉就可以了，对不对？这里就好了，有吗？这里好。可乐都拍到。现在是大胃王挑战，我是大胃王突出。我最能体会那些大胃王的心情了，加太多吃不完怎么办？人家丁丁，你给我突突。旁边的这位，千你给我吃。人家是大，旁边这位大胃王肉肉呢，已经吃完饭了。人家是大胃王露露，他是大胃王肉肉。突突跟肉肉，到底谁会入死谁死？爸爸，你可以帮我吃一点吗？他说露露。好，慢慢吃。